什么样的面包屑才是好面包屑啊？砸开了以后，满满的都是膏的这种哈、啊，才是好的啊！哎呀，这个货非常稀缺哈、啊，今年的话进来的货特别少哈、啊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也是一个这个面包屑的忠实爱好者哈、啊，一定要来我直播间看我直播。